你喵啥笑啦？公投案投票日倒数毕竟50天了，要带您了解这次要投什么主题呢？首先看到第一个是反莱猪议题，要请您决定同不同意莱猪或是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制品进口来到台湾了。还有为了发电，您同不同意重启核四呢？再来像是这一次的公投案，如果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和临近这段期间可能发生的大选，像是县市长选举或是总统大选绑在同一天进行投票的话，您同意吗？最后是真爱早教，您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要迁离桃园大潭早教海岸以及周边的海域吗？可以呛下我这个支持蔡英文的士兵吗？是个不同意，是个不同意。冠伟来高雄跟他吃饭吗？他有约，他有约就可以去啊，没约就没关也没差、啊。我也是一个很懒得出门的人。恭喜。我还不知道公投提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你只要，反正民进党就是不跟你讲是什么，他就跟你洗脑说四个不同意，都是国民党要操弄台湾人。你只要知道要投四个不同意就好。他们今天不是要在台中吗？第一条修法那个。他们今天晚上不是要在一中维保见面会？没有合法枪支啦，讲的什么鬼话啦？合法枪支？干你娘！再凑 DPP 一次，我就举报你。蔡英文就是老鸡掰。侧翼。没有啊，不是啊，啊，所以有人知道四个不同意是哪四个不同意吗？一个是早教啊，一个是什么？其他三个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个早教啊，啊，其他三个是什么？合适啊，还有嘞，再一个嘞，剩下两个是什么？莱猪早教合适公投榜大选。公投来绑大选是什么意思？你不绑大选啊，不然呢？公投是怎样？妈的，有事没事你要公投，我们就要请假去投票。这样那些冠老板要爆气了。你要再自己挑日子，这样冠老板要生气了。谁说你可以去投票的？公投很重要吗？我付你钱是来公投的吗？请问是冠贤老板要生气了吗？对啊，干未后如果去加盟饮料店，我的员工跟我说他要去投票，我还不拿那个茶桶，妈的叫他给我喝完再走。今天是谁要泡茶啊？你走了谁来泡茶？你走了饮料怎么卖？你说你要走就走啊。这边喝完才可以走。核废料可以往左岸丢吗？不是啊，如果核四不重启要怎么办？核四不重启电不够用要怎么办？除了用爱发电，我的小已经射光了，爱已经不够力了，还有什么方法？踩脚踏车，踩脚踏车。不是啊，就叫监狱那些，杀人犯那些犯人去踩脚踏车啊！干，不然还花钱养他们哦、喔！干你娘嘞！他们犯罪还跟我讲人权呢、欸，
那谁叫你要犯罪？还人权呢、欸？去给我踩脚踏车啦，贱种！蔡英文这个都不改，什么早教什么什么什么发电，谁管早教啊？早教又怎么样？你早教倒了，你早教死光光也不干我的事啊，干我屁事啊！早教，你那些藻类什么沙小死光了，干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吃，我又不是鱼，我又不会躲在里面，谁管你啊？不爽叫鱼来反扑啊，叫鱼长智慧啊，叫鱼来反扑人类啊，干你啊！人类是金字塔尖端的猎杀者啊，要杀谁就杀谁啊，谁管你啊？早教。你鱼类不进步，我们人类就一直进步啊！等你鱼类来反扑啊，谁屌你啊？臭臭鱼！我们是顶劣，在这个地球，人类就是顶劣，对不对？然后天气就像外挂一样，哪一天那个天气，台湾的那个生态开始那个反扑的时候再说嘛。生态就是个外挂，但是在照理讲，我们还是顶劣啊，谁都不怕、啊。等你他妈外挂开起来再说啦，贱种！脚胶听起来很舒服，好像有腿控哎、欸。那疫情是什么 bug？ 疫情就是。刚更新完，难免会有点小 bug。那2019年伺服器一个大改版，对不对？哎，有点小 bug， 修不好，严重的 bug。我是受害者，好吗？请不要一直检讨受害者。就像有人进来没戴口罩，我只提醒他说：“哎，先生，不好意思，戴一下口罩。”我就被揍了。你还来检讨我？叫你为什么要提醒他？你就不要提醒他就好啦。你为什么要检讨我嘞？这不是我的问题吧？我也是好意，对不对？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我也是好心。有人要来跟我换，我就跟他换，对不对？我也是好心要跟人家换，你怎么可以检讨我？我这颗善良的心，你这样检讨我，这样不对吧？玩，但是如果你想玩，如果你台服玩不下去的话，想去别的服，需要一个 VPN 的话，那就是 Surfshark。VPN 优惠84%，免费获赠4个月，让你可以无痛 VPN 跳到别的服啊，什么日服啊、陆服等等的，都很好。那台服生态不好的话，就用 Surfshark 跳过去。24个月免费获赠4个月，前3天100%退费保证，每个月只要2.13美元，立省84%。有没有？本来是立2.14送3个月83%，现在是送四个月2.1384%，就加一减一减加一加一减一加一加一减0.01加一，有没有？问，刚刚好。Surfshark， 还可以用信用卡 PayPal、Google Pay、Amazon Pay 跟加密货币，还可以再加购 Surfshark One 全面私密保护，才不会你跳过去，然后又被网络骇客勒索你，太神了。